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我们接着看下面第七段，有三首颂。我们先把经文念一遍。若举最深方便智，则住勇猛无上道。若住勇猛无上道，则能摧天助魔力。若能摧天助魔力，则能超出四魔境。若能超出四魔境，则得至于不退地。若得至于不退地，则得无生生法忍。若得无生生法忍，则为诸佛所受记。这个三首偈是讲八地。八地是不动地。所以这个偈颂里面呢，有不退转，有不退地。所以真正道念不退了，当然这三种不退呀，胃不退，可以说原教初住菩萨胃不退了，行不退，这个都做到了，唯独念不退，实在讲呢，三不退在原教初住，是都证得了。那么前面跟诸位报告，习气没断了。虽然习气对于这个行持，没有太大的妨害，总有一点关系，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修行遇到困境，虽然还是肯干，但是退回的念头会生，不想再做了，有这个念头，这个念头呢，这个念头是习气，我们的习气很重很强，这个念头如果继续不断的上升，那真的我们就不想干了，遇到太多的阻力了，所以说好事多磨，为什么还能继续干下去呢？那就是佛菩萨的加持，佛菩萨怎么加持呢？经典，每天读经，经里面佛都鼓励我们，甚至于都把这些困境，都说得很清楚很明白，菩萨能克服，不会被外境动摇。那我们想想为什么经不起考验呢，所以想想，把那一股勇猛精进的念头，就又提起来了，这个事情一生当中常常有，不是没有，但是确实是对事，没有产生严重的妨害，只是有这个念头而已，这个念头强烈的就是这个习气。八地菩萨的
极其微细的这个念头都没有了，那就真的不懂了。那么由此可知，其地还有很微细的这些习气，拔地才断干净了啊！可见的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一桩事情。这一段文里面，清凉大师跟我们说六个意思啊，我们看注解。其若举最甚下三诵啊，就是若举最甚之方便啊，这个下面呢三首即诵，名第八地啊，名是说明，六边六义啊，它这里总共是由这个我们说这个一句一句的吧啊，那么是12句啊，每两句啊说一桩事情，所以就六桩事情啊，六边六义啊。第一个呢，通身为无功用道啊，故勇猛无上。这就是第一行啊，两句。若举最甚至方便啊，可见得这一句承前启后，如果没有远行地的殊胜智慧方便，你就不能向上提升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很明显的能够看得出来，每一地他学的是什么功课啊，在这就看到了。你能把这一个阶段啊，这一滴一滴就好像我们念书一样，一年级二年级啊，你把你这一年应该学习的课程啊都学好了啊，达到满意的标准了，那就升级了啊。所以七地菩萨了要能够具足最甚至方便呢，他就升级了啊。如果达不到这个层次呢，那他还要继续啊在远行地里面的修学。由此可知啊，菩萨这个位次啊，华严经里面跟我们讲的51个阶级，像念书一样啊，一年级二年级念到51年级啊，51年级毕业了叫成佛啊，这个佛陀最高的学位啊。那么从1年级到51年级都称之为菩萨啊，菩萨就是在校学习的学生啊，51个年级啊。那么他分6个阶段啊，前面50个每10个分1个阶段啊，是信、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啊，分6个阶段啊。这6个阶段就好比学校一样啊，像我们现在学校有幼儿园啊、小学啊、初中、高中、大学啊，就好比这是5个阶段啊。那个等觉呢，好比是研究所
你从这个地方细细去观察，佛教是教育啊，啊，所以一定啊，要循规蹈矩，循序渐进，啊，一定是从这个小学、中学、大学要这样念上来。所以实信这个一大段就讲得特别详细啊，为什么呢？基础教育啊，基础教育你要不能够深厚的去学习，上面就上不去了啊，能够达到最高峰啊，底子好啊，底蕴深厚啊，啊，他才能做得到。啊，那我们看看现在的这个教育。啊，中国我接触的很少，啊，外国接触的比较多。啊，确确实实啊，这个教学的程度啊，不断都在下降。啊，这一次我们在巴黎，啊，联合国这个大的活动完了之后，我到英国啊，接受剑桥伦敦大学的邀请啊，去年我去访问过牛津大学啊，也访问过伦敦啊，伦敦的汉学在欧洲很著名，我们也在学校做了两场讲演啊，跟这个汉学系的教授老师啊做个交流啊，了解现在的程度真的比不上过去啊。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们中国本身在现前这个阶段啊，特别是在现在的半个世纪，儒释道啊，三家了都没有大事了啊，汉学的根在中国啊，根衰落了，当然影响别的地方啊，不过他们学习的都很认真啊，我所接触的是博士班跟这个硕士班啊，他们的论文的题目啊，有人专攻孟子啊，还有一位专攻王维啊，那么汉学年轻的时候我们不认识疏忽了啊，汉学里头包括了儒释道啊，我们一般人只知道儒，不知道佛跟道 啊早年我追随方东美先生，他告诉我，我跟他学哲学，佛是大哲，佛是圣哲啊，他的心目当中啊，
不是宗教啊，是哲学。释迦牟尼佛是大哲学家啊，哲学家里面的圣者。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啊，我们这样啊，才真正重新来认识他啊，终于肯定了。释迦牟尼佛本来面目啊！啊，所以这次有机缘能在联合国啊做了个介绍。让世间人对佛法有重新的认识。唯有真正的智慧才能解决问题。世间的问题在佛法里面讲小事一桩啊，就像中国谚语里面常讲的鸡毛蒜皮，小事一桩。那么什么是大事呢？大事是生死大事。大乘教里面讲轮回是大事啊，这个事情可是麻烦了啊！十法界是大事啊！啊，不但我们要解决六道轮回啊，还得要解决十法界。那么在佛法里面讲，你学到阿罗汉，轮回的问题解决了啊。我们华严经里面七性位的菩萨啊，现在我们念的这个经文是十性啊，比阿罗汉高太多了啊。阿罗汉七年级，这十年级啊，在这个程度上呢，这要解决十法界的问题了啊。这个问题一解决就超越了啊。所以我们在此地看这个经文啊，你看若举最甚智方便啊，这句话我们从前面一直读来的就晓得不容易。最殊胜的智慧方便啊，我们通常一般讲呢善巧方便啊，最殊胜的善巧方便，从前李老师用比喻啊教导我们啊，他说这就像一个人呢、啊、人头脑啊，头脑像什么样呢？水晶琉璃球啊，八面玲珑啊，最深之方便啊。那我们凡夫啊，凡夫什么叫四方木头头脑，不灵光啊，啊，那就是没有智慧吗？就不灵光吗？处处都是障碍，处处都不通啊，哪里像佛这样智慧呢？一丝毫障碍都没有啊。清凉大师跟我们讲华严四种无碍啊，离无碍，四无碍，离四无碍，四四无碍，才是最甚至方便啊！最甚至方便就是四事无碍啊！啊，所以这提升了，提升了，这住勇猛无上道啊！无上道是什么呢？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道是佛道啊。翻成中国的意思，无上正等正觉。你看看八地菩萨接近了七地还不行八地菩萨这是接近换句话，虽然还没有成佛，佛的气氛呢很浓了说明接近上面九地是法四地十地法云地，实在讲就是佛地了，靠得很近了，上面等觉妙觉这个是五十一年级，这是最后最高的五个位次最高的五个位次，八地是第一个那么这一句里面关键在住这个词住是什么呢？不动了。你说七地菩萨六地菩萨有没有这种气氛呢？有，不能说没有，但是怎么样呢？但他不能完全保持住就是他有个高潮啊，他到了那边高潮上去他又落了到拔地的时候提上去之后他不再往下落了这叫住无上正等正觉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也了解无上道是逐渐逐渐圆满的不是一下就能圆满了这什么原因呢？烦恼习气是慢慢断的它怎么个断法？这个第一句它这六个意思，这第一个是讲通，通人神通，通神清凉大师注解通神为武功用道，故云勇猛无上那个通怎么胜呢？这个对三首偈里面呢讲六种殊胜这第一种通胜特别跟我们提出来无功用道我们在此地要明了有功用道到此为止学大乘的都知道明心见性，见性之后都是无功用道这个话不好懂过去苏东坡居士这是学佛的佛法学得不错他在临走的时候别人劝他要加紧用功
他说了一句话：“此处用不得力了。”这个用不得力了，就是无功用道，不像在十法界。十法界叫你精进，叫你努力，叫你用功。啊，为什么？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没断呐，所以不断提示你，你要放下。到这个时候，真的分别执着完全没有了，妄想呢？放下的也差不多了，还有什么方法用过？没办法了啊！妄想是什么呢？起心动念，注意想想看啊！假如这个人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真正做到了不起心不动念，在这个境界里面怎么用功？只要有个念头用功，你说他有没有分别，有没有执着，是不是妄想？是啊，动个念头就是妄想啊！妄想就错了。所以静心之后啊，他们的修行呢，都叫做无功用道啊。华严是圆教，从圆教初住到等觉，通通叫无功用道啊，都是不起心不动念。那换句话，平等的平等里面为什么还有四十一个阶级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四十一个阶级啊。由此我们就明白了，这四十一个阶级啊，是无始无明习气厚薄不同，但是这个时候无明习气不爱死啊，那么他们修的是什么行呢？完全是教化众生，在这个境界里头，菩萨们都发过大愿，这个大愿发了之后是要兑现的，不能说到这个境界的那个过去发的愿都不算数了，那还能教化众生吗？曾经发过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你现在自己成就了啊，所以向上去的菩萨啊，这是初住以上啊，向上的菩萨啊，我们讲圆教啊，不是讲别教啊，别教也讲初地。他们的修行没有别的，就是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所以众生有感呢，菩萨就有应
啊，我们现在还称他菩萨，啊，叫化身菩萨，啊，实际上的是这个《金刚经》上讲的诸佛，那个诸佛就是讲他们，啊，他们这四十一个阶级称为诸佛。姜维农寺居士著《金刚经》讲义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啊，那个诸佛不当作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讲，不是这个意思，啊，是讲的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啊，真的是诸佛。天台大师讲分真即佛，啊，这个说得很好。他们的提升是完全靠时间，啊，只有时间慢慢的把这个习气淡化了，没有任何办法。我在前面跟诸位报告，啊，这个习气像什么呢？这古人讲的，啊，像酒瓶，酒瓶是陈酒的，啊，酒倒干净的，里头擦得干干净净的，确实一滴酒都没有了。闻一闻酒瓶呢，还有味道，那个味道叫习气。那么有功用道是什么呢？就比方瓶里头装的酒，我们慢慢把它倒掉，这是有功用。啊，现在我们断烦恼啊，我们要放下见思烦恼，放下尘沙烦恼，放下无明烦恼，我们有东西放啊。他那里一放干净了，没东西放了，啊，没东西放了怎么办呢？就时间，啊，你比如那酒瓶里头都没有，酒的气味很浓，你不要去盖它，你放在那个地方，放个半年，放个一年，再去问它没有了，就这么个道理。这叫无功用道，啊，所以他们有没有修行呢？没有，那一提修行就糟了，马上就堕落了。那他干什么呢？啊，众生有求，他就有应，啊，就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所说的三十二应，啊，所以我们在初学佛的时候，要跟众生广结法缘呐，啊！佛不度无缘众生，如果你要不肯跟众生结缘，到你成佛的时候，没有众生，没得度啊！你没跟他结缘呐。啊，那么他跟你呢就不能够发生感应的关系，啊，他没有感你就没有应，啊，感应是自然的，没有丝毫勉强，绝对没有起心动念，啊，设法界里面的众生有起心动念，啊，那是感。化身菩萨去应的时候没有起心动念，这个要知道，这个也很难懂，啊，真的很难得。这些年来日本江本博士做的水实验，这我很欣赏他，啊，我到他实验室里参观过两次，啊，水是矿物啊，我们有心对它，啊，我们起个念头对着这个水瓶，啊，我很喜欢你，我很爱你，啊，你看它反映的这个洁净就很美，啊，我们有感它有应，啊，那么我们心里很不高兴很不耐烦，这个态度对它，它反映的就很难看，这诸位都看过啊，
真的是这样的啊！所以谁有见闻觉知，他能看能听，他懂得人的意思啊，非常奇妙啊！啊，其实《华严经》上跟我说的很透彻，我们看听到这个讯息，哎，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一点都不奇怪啊！为什么呢？所有一切物质就是法性啊，物质从哪里来的？法性变现的啊，就好像我们用的这个金器啊，你戴的一个金镯子，一个金戒指，一个金项链，那从哪来的？黄金做的啊，金就是气，气就是金，你明白这个道理啊？所有一切物质从哪来的？法性变现的啊，法性变现的，它没有离开法性啊，它的体就是法性啊，法性有见闻觉知，法性有色声香味。这个是法性本来具有的，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所以任何物质啊，我跟江本博士讲啊，你要继续好好努力啊，不仅仅是水啊，你实验出来他能看能听，他有见闻觉知，任何物质都有。所以整个宇宙啊是个有机体，它不是死的，活活泼泼啊！啊，我们启动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就思想波，这个波就扩展到整个虚空法界啊，而且速度之快，是我们没法子想象的啊！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速度最快的，大概是光波、电磁波啊，一秒钟30万公里，这速度最快了啊！实际上呢，我们的思想波起心动念，刹那之间，周边虚空法界。光波、电磁波没法子相比啊，那真叫微不足道啊！啊，所以感应是比什么都快呀！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距离我们10万亿佛国度啊，我们这一动念头，马上就感应。啊，人与人之间的感应。人与万物的感应啊，我们这才起念，那天已经接受到了，已经有反应啊。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决定不能起个念头啊。所以你看看啊，谁试验，谁有没有起念头？没有啊。啊，根据这个原理，我们知道，好像是在台湾，好像其他地方也有，啊，有人用这个物质做实验，啊，有人用苹果、香蕉，啊，这是植物，啊，用这个馒头、米饭，啊，这都煮熟了的。我们现在讲这里头没有生命，煮熟了啊，可是呢，法性并没有生熟啊，啊，同一锅蒸出来的馒头，你拿出两个来，啊，一个你每天啊用欢喜心、善心对它，
另外一个你很讨厌他，啊，过了几天呢，这两个馒头就不一样了。啊，你善心善念对待他这个馒头的时候，他能保持新鲜；恶念呢，不善的念头对待这个，那已经坏掉了。啊，它坏得很快，很多实验证明，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这个境界，佛讲的话是正确的，境随心转了，啊，唯心所现呢，唯识所变，啊，它随心转，而不是啊，心随境转，心随境转是妄心，啊，真心不是的，啊，真心呢，转境界。所以人要用真心，不能用妄心。妄心是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那是妄心啊。利妄想分别执着就是真心，这真心利念呢，这经上常说 啊那个念是什么？那个念就是起心动念啊，不起心不动念的时候是真心。真心能现啊，这妄心能变啊，妄心就是八十五十一心所，这是妄心。它能把真心现的这个境界，让它产生变化啊。譬如这个水啊，我们以善的念头对它，或者有恶的念头对他，这是分别执着吧？他能够随你分别执着产生变化啊！但是你的念头消灭的时候，他又会恢复正常啊！你念的时间久，他存在就久；你念的时间很短，他马上就他的时间也短，他恢复正常。由此可知啊，六道假的，十法界也不是真的啊。确实像永嘉大师所说的，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啊。啊，梦是什么呢？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没断，他这个境界就现前。哪一天呢，你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这境界就没有了啊，它就恢复正常了啊。正常里头没有六道，没有十法界啊，所以叫一真法界啊。那么现在就是这些菩萨是住在一真法界里啊。一真法界，那就是要兑现啊自己的本愿我们跟一切众生结的缘，无论是善缘或者是恶缘，只要有缘就起感应啊，没有缘就没办法啊，所以善缘恶缘都好啊，都算是跟佛有缘了啊。当你有求的时候，你有苦难的时候，你动心的时候，你动心，那你就有感应，感应的时候他就来帮助你啊。他来帮助你，你要记住，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妄想，这个你一定要懂。那么他为我们现身说法啊，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那就是在那个时代啊，我们这个地球上有不少啊跟释迦牟尼佛有缘啊。其实释迦牟尼佛早就成佛了
有缘求他呢，以佛身，就是应以佛身来度他的时候，他就现佛身啊。那么现佛身是不是跟我们一样，是不是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执着？好像是有啊。他要没有，他怎么能做出示范啊？是不是身教啊，做出好榜样给我们看呢、啊、还有讲经说法言教啊。啊，言教里面绝大部分是有人问啊，所以说有奇浅的啊，有人提出问题，佛立刻给他解答，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没有人问，佛自己跟大家说的很少很少。啊，我们看古来这些祖师大德，啊，集结经藏，啊，因为佛当年在世啊，跟大家讲经说法没有记录。啊，经典从什么时候来的呢？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啊，他老人家走了以后，后来弟子们，啊，回忆老师在世的时候啊，常常教他这个门，把它记录下来，就变成我们现在的经典，啊，所以所有一切经典都是佛走了以后，弟子们记录的。这个要知道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的示现，说个老实话，无功用道啊。如果有功用道的时候，他就堕落在十法界里了这个这桩事情确实是深妙不可思议啊，很难理解啊。所以佛在般若经上、金刚经上，他就讲得很清楚啊。他把他一生说法整个否定掉了，他不承认他说法。如果有人认为佛说讲经说法了，那是谤佛这个话的意思是，明明讲经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那怎么不承认呢？怎么完全否认掉呢？啊，这个不承认否认掉，只有到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的菩萨清楚了，他会点头，完全正确啊。所谓是说而无说啊，无说而说啊。你看，说不说是一，不是二。那我们今天呢，说跟不说是二，不是一。差别在此地，我们能不能体会啊？无说而说，这无功用道啊！啊，菩萨听经呢，无听而听，听而无听。所以他能够悟入佛的境界，佛的境界是明心见性啊，大彻大悟，他能入啊。我们今天麻烦的是，我们有心，我们有分别心，有执着心，有妄想心，
所以不管怎么听，听一辈子都不能够侮辱。佛不跟你计较，佛一计较的时候他就变成凡夫了。你要知道，化身以上的绝对没有起心动念过。他在日常生活摄受一切众生，教化一切众生，没有起过心动过念。凡是跟佛菩萨接触到的，无论是缘的前身接触的时间长短，都在一个缘字我们凡夫这边有执着有分别，人家那一边的时候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没动念所以常结教化遍法界虚空界一切有缘众生，是用这个方式所以那个无名无实无名的习气就像酒瓶一样很长的时间自然没有了那么自然没有它也分阶段性这个味道有浓有淡吗这是佛为了方便把它分为41个阶段41也是表法的，也不是真正的数字代表圆满我们显教里面多半用7表圆满，用10代表圆满在密宗里头用16代表圆满这个41也是密宗里头讲的圆满不是真的数字你把它看数字，那就是分别执着了这就说明那个习气是一年比一年淡我们就像比如说41年吧，41年之后就闻它一点都没有40年去闻还有一点点那一点点恐怕我们鼻子都闻不到我们用仪器可以测得出来它还是有一点，到41年之后仪器测没有了，真的没有了好比这个意思这诸位就能够理解什么叫做无功用道到无功用道呢叫勇猛无上，其实勇猛是比喻不是真的勇猛，我们看这个文字一看就起分别就起执着，所以这个就是很不容易懂得佛的意思佛在这个经呢就往后去的时候这用通通不能用分别不能用执着他用这个做比喻做形容这个菩萨一个阶级一个阶级不一样不是四不一样，四一样理一样，习气有浓淡不一样这个习气真的是很难断，为什么呢？无时间养成的，不是一生一世无量劫养成这个习气
执着有习气，好断；分别有习气也好断；起心动念有习气难断，自自然然。啊，好像我们也没有起心动念，自然的那自然就起心动念，习气。到这个程度叫通神啊！啊，这个通，通达无碍啊？为什么呢？见性啊！《华严经》上讲的四种无碍啊，离四，通达无碍啊！所以清凉是一个通神。下面两句呢是讲的立身，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